另外，消息来关心，今年高中教育国考社会科有出一题，新闻科先讲为怎样用优先启发饲的鸡所生的卵，伫咱台湾较无少。要摕到答案，官方正确的答案是爱选，这是因为价少伤贵。要过动保团体对这个答案真会大，因昨昏开记者会批评讲，问题是出在政府无提出政策应策。家母予人关一个一个喂鸡的笼仔内底生卵，这种情形后面已经完全禁止。要予消费者选择伫放养等等优胜环境所生产的鸡卵，今年国中会考科社会科出题问学生，优胜放养所生的鸡卵，为虾米伫台湾的饲占率无悬？官方的标准答案讲是因为价少较贵，不过有台湾动物保护团体认为并不是安尼。到底台湾非农性鸡蛋为什么不普遍呢？正确答案就是政府缺乏前瞻性的积极政策引导。台湾动物协会研究会调查大卖场，发现有人仔鸡的卵甲优胜生产的卵一粒才差一角，所以应该不是价少的问题。教育部表示，题目主要是要考学生普遍的生活经验甲认知。农委会是强调，以上贵甲上少的价少来看，有将差价三倍，就算甲一般价少的鸡卵相比，优胜生产的价少确实嘛贵真多。可能消费者一般买到的大概就是60几块到80几块。啊，灰龙式的，它的一个价格大概都在100、120左右，130，所以它事实上有30-40块的价差了哈。不过，动保团体认为，这种价钱落差是因为政府无积极引导产业转型，因呼吁政府要对后面政策的脚步行，上班应该在2030年禁止鸡笼仔饲鸡，重视动物的福利。记者陈国富的台北采访报道。